交朋友哦。嘿，玉子，今天开始。一样，漂亮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还是玉子。是，准备新人票了吗？他不会等下要我签本票吧？不行，就算被跳，我也要笑着面对。怎么？为什么要跟我道歉？没事的，我也不该让我大声叫，好像是我在装熟。那个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当朋友，我还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。你是南投人哦，一直进温泉。没有，比较快速回程。对了，我最近跟一个女生关系还不赖。真的假的？但你是仔仔哎，绝对是哪一个动漫女主角啊？对我来说根本一片小蛋糕，好不好？但如果是真的，下次可以。哎靠，没给你坑。至少一下。啊，你刚说啥？没啦。笑要爆，笑要爆。快支援啊！来了，让我修一波。我自己打，可以帮他背一下。哇，你是否看你？哦，我请你呗。好了，谢谢哦，爱你。小猛，你杯点什么饮料？真奶微糖微冰。真奶微糖微冰。他妹妹的。伊嘛同款啊，一杯真奶为糖为冰。OK。好，真奶为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好像都是点一样，那先给你带走好了。来，帅哥这里。谢谢。博学，你的吸管。同学，你的饮料。他干嘛那么久？黑玉子。太久了吧，有妹子哦。就，对啊。你要跟朋友最近才蛮好，但我那个朋友表情有点少，他没有在台中，比较近一点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你待会就知道。好，玉子，你不是饮料店的大胖？你们认识哦？上次在饮料店有见过一面啊。因为，好像是他吧？不要乱讲啊！
你的意思是玉子不可爱吗？你要那边塞呢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你不可爱。不对，不可爱。不是哦，我刚才在说什么？没了，就是你要了，下去了，就这样子没了，不是你的问题啊，你要是你自己来的，这是不知道的，太可爱了，没有了，没了，这个没了，其实还蛮可爱的，他还在演，要不要我们先离开？那狗，应该也他出去。这个阿峰真的是，我这么正直的人，怎么可能因为他很可爱就去看他 FB？ 好多猫咪哦，太可爱吧 ？OK， 真的好可爱，靠！靠，应该没差吧？好丑！重新要回啦，不知道我在忙吗？等一下，阿峰改名字吗？怎么不太一样？靠！靠靠靠靠靠！等等等，收回，赶紧收回！应该，我靠，我没了，真的没了！哦，怎么办？他如果看到怎么办？哦，我没了。我不是已经成遗书了吗？好像聊有点太晚了，但是我感觉好像还不错。早啊，玉子。怎么样？我也刚到而已。嗨。
对啊，没有很久。这口烙腮工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我抽掉了，不知道好不好看。你先说好了。蛮可爱的，对吧？今天天气真好，对吧？太阳蛮大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阿峰他真的是哦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要带你过来。我要不要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脑塞，不要都去啊，拍谁呢？你在网咖捞赛啊？没有，但是我家厕所已经下了啦。看上路了。哦，我说厕所啦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拜喽。我让你到这，到这恭喜啊！哎，好了，拜拜了，就这样。对了，拜拜了。哎，阿彪，喂，阿彪。靠！不然不来了，只有我们俩这样子，还有宝吗？我在讲什么？觉得比较想要回家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各自离开吧，拜拜。我也没有来过这里，你知道这座公园有很多兔子，什么兔子？就蛮酷的兔子，你待会可能就遇到了。绝对不是故意买的，对吧？你那个下次要在一起吗？都是你，脑海里都是你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要怎么坦白你让我无法去否认，我对你的爱全部都是你，脑海里都是你。 My love， 对你的思念伴随每次呼吸，我好想摆脱这条路。你不能吓我，走兄弟，可以的。在你左边找找看。被你抓到了。